注入灵魂。豆皮涮牛肚，西安夜市必吃。嗯，哦，这是凌晨一点半的西安，接下播了，然后带大家去吃个夜市。西安的夜市，孜然炒肉夹馍，鸡蛋蛋汤。哎，什么呢？西红柿鸡蛋汤。Go go go！ 我的妈呀！打码打码，这帮人，一群戏精，直播组的孩子。我点一个孜然炒肉，一个腰花，我要走涮牛肚、涮豆皮，一个炒饼，一个鸡蛋汤，孜然夹馍，三个三个汤。没有发，他们已经发朋友圈了，气不气人？吃饱了，那还没开四呢，没料了，烤来的，老板没料了，人都吃完了，咱们吃上鸡蛋汤。你们这有多余的吗？谢谢，不要浪费嘛，你们这帮孩子，他们反正也吃完了，我们上齐了是吧？哇哦，注入灵魂，豆皮涮牛肚，西安夜市必吃。谁最爱吃芝麻酱牛肚？他们这个就是蒜泥味的，比较出汤。这家你开到四点钟、五点钟人都有，好多姐妹都知道。你自己来也 OK， 一个人点一份咱肉夹馍，点一份炒饼就 OK 了，炒饼炒炒饼炒饼就行了。你要跟朋友来，你可以要这个大菜了，这一份咱炒肉50。这一份爆炒腰花50，你打二十三会稍微有点贵，但我觉得量不错，量挺多的。而且我之前吃过，它味道很好，孜然味超浓，还吃料味。肉很嫩，爆炒腰花，爆炒腰花我都绝了，蒜椒真的，啊，腰花本身也很新鲜，还有葱呢。豆皮好软啊，好薄啊，好入味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麻酱涮豆皮，真的毫不夸张。我刚看老板转圈这个馍贼可爱，西安的馍真的是从早到晚都有，对不对？早上吃菜夹馍、粉蒸肉夹馍、卤肉夹馍，中午吃辣牛肉夹馍，晚上吃孜然炒肉夹馍，你可以吃一整天。这一个馍是16块钱。你觉得好不好吃？100，15，牛肚就不说了，可以不点，我觉得点个涮牛涮豆皮就绝了。他们家涮豆皮真的强烈推荐，牛肚就正常吧，18，然后炒饼也是15，蛋汤是8块钱，这个孜然炒肉夹馍16块钱，觉得 OK 的宝贝来说 OK。 哦，这个豚肚馍是回民街特有的一种馍，稍微比白吉馍呢要瓷实一点，你可以单独要一个馍，就着你的孜然炒肉吃。你觉得最好吃哪个？你觉得最好吃哪个？这个，我觉得忍不住就要刀它，很入味。那馍把我手占住了，豆皮逐渐远离我的视野了。这看着就很想蘸它。它这个汁真绝。我们豆皮居然没有吃呢，那让我尝过来。你错过了今天晚上最耀眼的繁华。他们全吃了肉了，就最好吃的是豆皮。醋溜豆芽，这个也是西安夜宵必点。这是脆的，多汁。这个你要吃吗？多一点。一般夜市上炒面是12，他妈卖15，看起来稍微贵了一丢丢，但量不错。哎妈，占肉了，啊，当我没说，量又大又给肉。我就算，我都算来喽，咱办咱办。小贝波算了，爷清洁。你们觉得晚上来这么一顿豪不豪华？
西安的鸡蛋汤是椒盐味的，然后里面给大家打了西红柿、鸡蛋，还有蘑菇，还有豆芽子，还有青菜。哎，想来西安来吃个宵夜，哎，想啊，凌晨几点都开门的，就可以闭眼放心大胆的。我每次下播的时候一点多、两点多来，随时都 OK。嗯，那这个一会儿咱们关了机慢慢吃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小薇的话小薇点个赞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最近拿一个双梅汤，它双梅汤也很不错啊，开心，我来了。